在古大德来讲，他讲我们这个心啊，现前的一念，其实它原名即照，不生不灭，究竟清净，平等周遍，具足一切功德智慧。这就在讲真如常住不变的佛性，这个地方都是用心来作为它的另外一个语词。什么生死烦恼啊，什么妄想杂念啊，什么情绪啊等等的这些东西，都是尘劳，都是污垢。人修为啊，如果立立根器，就当下就明白。那我们凡夫修行就在时空的差异嘛。哦，这件事情我气到要死，安尼都时间造出来了。换一个现场，搁咧气嘛，这空间造出来了嘛，都是时间跟空间内底。啊，如果你能够懂，啊，这一切生灭，生灭因缘法嘛，你因缘法说一个当下空，安尼。就是一个觉悟嘛，那当下不空，他就办法就要拿来用了，在时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空间三世，在人事物的结构里面，如何去看到它的缘起性空？啊，这些呢，最后都是回归到。其实真正清净真如，这所有的一切佛法也不是法啦，但是众生这个心能现一切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切相其实也非相，那能够离一切相，对于世出世间的一切诸法，也不是因为住空而否认有，因为空才能够建立有，所以空跟有其实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两个样子。那这里面呢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也就是《心经》，就是要体达这些。啊，真正的去体悟，言辞说太多，倒不如我们真实来演练看看，对不对？所谓的经啊，翻译就叫修多罗，一般翻译叫契经、正经、灌经。佛教的圣典可分经、律、论三藏。狭义的说了，经藏就是其中的，只是讲经的这个部分。广义而言，其实经、律、论都是叫经。这个经啊，它的名义就是它的名跟它的义理。举这个例子。列举如下，讲的是世尊他演说的教理。他演说的教理，他这个道理演说的这些内容，本来就称之为法，也就是达摩，也就是教法。那后世的人呢，把他这个教理，他所说的这些结集起来，整理起来，以文字的形态来表示它，这样叫做经。那这个经其实也就文字般若了，是不是就是文字般若？那第二个在了解这个经的意涵，它就是现古时候的书籍呀，看是木简啊。树皮啊，纸张，
都是用线给它穿起来的。那里面呢，也加上了一些必要的这些素材，所以有线条跟丝。它原来的意思，修多罗，修多罗原来的意思就是把它缝起来、串起来的这个线、这个条跟丝。那引申它的意涵，就是在讲贯穿摄持，因为它里面的道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。你从这部经一开始，一直到你体得所谓的实相般若，它不会冲突，绝对没有冲突。但众生不了解，众生会去区域性的一点点小小范围的来理解这部经，那以自己的想法框住这部经跟我的关系，所以很多人对于经会有特殊的偏好，会不会？会啦。那对于每个人的办法，一定有它相应的地方。那佛事实上都是教众生，你要透过这个经贯穿摄持，一直到剥落掉你的心意识，那么你自然流出度化众生，那也就是与诸佛同一鼻孔出气，也是在讲经，因为说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。那这个义理呢，就是要众生摄持它，摄受持守，然后不会流转到恶趣去。这是任何宗教的第一个目标，任何宗教都一样，都是要让你提升，对不对？义理由教，也就是佛所说的这些教法，慢慢贯穿它，而不会散失隐没。所以圣教是叫契经，那这个契经呢，是上契诸佛，对不对？下契众生的种性。那这同学对于这个经呢，还是有他的想法啦。我相信我以前对经也很有想法的，我都要拿那个大部大部的来诵，那诵一诵啊，很感动，遥望遥望佛境界，小女子我啊，哭泣跪倒在佛前，这种情境有没有过？老实讲，那么有，这个是跳场的幻想，老老实实的再重读一次，老老实实的去看到佛所说的基础杂染的这个地方，开始去修正吧。而最后那部大的经，就是来验证自己走的路，里面佛的境界，就是我们点点滴滴要经验的东西，还不能讲所谓的证悟。在所有的过程里面，谁不是从三藏开始呢？谁不是？那讲到这个修多罗有五种意思，第一个叫出生，就是出生诸义，就所有的义理啊，在里面很明白，大家没有那么聪明啊，也不是所谓古佛再来，
所以总是有着不明白的地方。从经论里面呢，去知道，原来这是尽我一生都不可能引发的这种宇宙人生的道理的了知。所以对很多沉溺在自我生命的瓶颈环节里面的众生，这个佛经啊，真是殊胜。这里讲，这个经的五意涵第一个出生，第二个叫全有，意味无穷。那这意涵啊，你慢慢的体会，无穷无尽。各位，你是不是已经有这安尼体会？你讲哦，我看一摆，一分的体会，看两摆，有入皮啦；看三摆，我去牵着头啊；看四摆，想要破心肝，继续破落去。原来一无是处，再用看到迄个无尽的、无穷无尽的光明。第三个叫显示，显示诸义，所有的义理在这经里面，你慢慢读就知道。有一个人他说很趣味的话，他说吼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都会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件就是转移，转移呢就是来泡一杯咖啡，吃一下下午茶。这洗不过的时候，洗不过的时候看电视，转移。一般人是什么？让电视给我带就好了，带好你去，你若爱我就对你爱，你若恨我就对你恨，你若炒菜我流水暖，我就是要让你带，让你带到我不记得我自己的烦恼。他说所以我什么撇步都做过了，我就是转移，我洗不过了。但是禁掉我就感觉活得没意思，吃到这么肥还要减肥。你说我到尾发现了第二个办法，游览。我离开这个环境，袂让我袂伤心，让我袂阁触景伤情，袂去想到迄个人的所在，所以我就去游览。迄福报袂歹啦吼，伊差不多一年爱游了四五摆，为着要忘却故乡的故事。伊讲吼，我愈游览愈孤单，愈稀微。我世界行的时阵，我就是卖刷牙，人嘛袂甲我骂，因为我无要甲人讲话。伊讲啊，足闹事咯。伊讲，我穿短裤，穿牛仔裤，有换衫无换衫，嘛无人会在意，因为我唔免展示我惯常的迄个身份啊。伊讲，我就是安尼来去旅游。这叫做福报啦。啊，我旅游了，我感觉我流浪足久的。我若想到要回去，我就心会痛；无要回去，我感觉我孤魂野鬼。伊讲啊，足明白的哦。回去就是爱拄到遐人，无回去，我唔知影我的根在倒。伊足痛苦的。开足侪钱，食足侪物件，用足好的物件，世间人就是安尼嘛。伊讲有一天啦，有一天我转来啊，我电视饲唔着台，两位数字甲存咧一百外台，伊讲我电视跳唔着台，
遐唔对台，都内底看到一个法师，你甲我骂。伊讲这个法师哦，伊甲我骂，讲众生就是安尼啦，你拢唔捌你家己，你一天到晚在外口流浪，我阿都甲伊讲讲，佛祖是啥人，你拢唔捌，你无知啊！伊讲，伊坐喺电视头前，干嘛都混开，人嘛是互伊做在经典的啊。伊就看那歪看，伊刚去哦，迄个法师在电视哦，隔空甲骂着。伊讲哼，可以从底来看啦，叫做心经。吼、嗯哦，因为迄种简单诶啊，变啊，什么经典后壁嘛有啊。伊去看到心经，你佛祖外高哇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我操嘛！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去聊聊。然后伊就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伊唔知影是啥物原因，伊就是哭。伊就是开始读心经，伊唔知影啥物原因，伊讲一直这心经一直甲摕，一直甲读，一直甲读，敢若滚水咧滚。本来是无温度的。但是伊一直读，一直读个，才发现伊心内有起一个温度，这个温度一直压，一直压，一直压。伊一直读这心经，一直读这心经，伊读读读读读读读，伊读个内底来则是有啦。但是我就是有啦，我的生命都是通通有。一叫我通通有，是不是安尼？这温度啊，也足悬的。伊一直哭，伊都唔知伊的药是唔对啊，是要那爱有才对。伊就开始想，这个无是啥物意思？伊内底有空啊，所以伊就跟他研究心经。伊就研究心经一部尔，262迄个当书顶，伊拢是当因那个。你讲啊，众生，你若啊天气像我，你著看心经就好啊。伊讲你著看心经就好。你就知影你偌无知啊！正经是无知，看唔捌，一开始请倒一个有名的大师讲的，通通读，通通看，我就是研究心经就好。伊是研究心经，所以经典显示，显示注意。你若读无，只是文字啦，迄是你的问题，毋是佛祖的问题，对无？第四个意涵叫做神默，变诸邪正，就是互你有办法真清楚这个路线，安尼叫做正确，安尼叫做偏差。斗胆问诸位，你正吗？你邪吗？因都唔甘愿呢，说邪，我是正人君子，要家己印这个邪，印都无啥甘愿。但是正佫唔敢印，叫做模糊啦。众生其实是模糊啦，是不是呢？第五个意涵叫结曼，贯穿诸法。经典就是安尼，贯穿诸法，一定有办法让你连接起来。所以经讲较简单。贯穿诸法而立古今恒常不断之意，
管时间、空间安怎变化，这经典所讲的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理。伊毋是某一个人的思想，某一个人的看法，伊毋是。所以，诸佛所说都一样。安尼，咱对经典有了解哈？这是咱简单的解释这个经题。这是一个意象图。我们是活在这样的组织里，看得懂吗？这个就是人事物的结构。我们每天啊，都是活在人事物、人事物、人事物、人事物，翻来覆去，所有的里面，这不会完呢、啊，这边不会完。你每天读的都是这样。人事物结构根根层对起来时阵，根根层结构，然后就结构了一个东西放在里面，一个五蕴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心外相，这个就是心外相，这个是不是生灭相？生灭相是不是所有的色法？啊，咱每天都在做什么？咱每天都在玩这个。我有我的一朵花，一张球啊，比如这个，我有我的人事物的想法，还没有你人事物的相状，你的长得跟我不会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，咱每天都在争取。在批判，在说我这张才是真理，你说你那个办法才是真理，这两个就是在火坑里。所有的佛经他都跟你讲，我靠的这人事物的结构有一个答案而已。伊就是生灭法咧。你今仔日有这个代志，有这种的想法，明天会不会变？是不是生灭？然后这个生灭法，伊的道理都是因缘啊。是不就是因缘？因缘法里底，生灭生灭，真的你死我活，捕风捉影，家己心内有一种想法，心经叫你一个想卖管理，心经跟你讲啊，色即是空，这生灭法一毕竟就是。消失无形的啦，所以你若众生一天看不懂在外口安尼，叫做心外求法，就简单嘞。你讲我是不是卖插、卖食、卖困、卖喘气？不是，世尊不是叫你要泯泯色，他不是叫你泯色。他不是叫你泯色，一公啊，你先不要理他。他不是叫你泯色，一公，你先不要理他，你先看到这个，
你先看到每一个根尘相对，依色法而起心法，这就是五蕴。爱恨情仇、喜怒哀乐、是非善恶，这就是是非相、是非结构的五蕴。这是是非结构。所以是非结构是不是在这里？世尊说这叫做虚幻，一共这个人事物的结构是生灭现象，但色法又不可灭，所以它是因缘法，缘起性空，因为它终究会过去的，这个不用再强调哈。他说这个东西五蕴呢，它是虚幻，你放得下吗？你看得捌吗？如果你看得捌，你能够把五蕴这个东西指认它是虚幻，再回来处理色法，这是基础教育，基础就是这样打。一般有办法就看到觉性吗？不要搞，没有那么厉害。所以世尊知道啊，我们不可能看这个怎样一生灭，世尊我五蕴抽除，直接体证，体证它的毕竟空，体证毕竟空了，再来处理色法。咱无法搞，可是真正佛要说的就是安尼。他讲的其实就是要这样。但是我们活在现场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活在现场？所以这个东西结构出来的太复杂了，虚幻。这是虚幻意识啊。所以你这个虚幻意识，如果你有办法看这虚幻意识，转这个事成智，所谓这个智就是处理事情的能力。转这个事成智是不是处理事情的能力？你把这个转，可是这个转的过程里面一定要去碰到空，你一定得碰到空，你才可以无我啊。你回来处理它，它才能空啊。你基础点是空，你才有办法处理事情是圆满的，因为你的心是空，虽然它像是有。当你转这个事成智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去碰到清净真如体性毕竟空，它无相，所以这种状态再回来处理它，再回来处理它，你会想，啊，这样要历时很久呢。我现在不处理，它发生了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再回来处理，这个事情还是持续会发生。其实，那就是人的想法。你要转世成智，这个五蕴根尘相对，五蕴这个转法。就是修行功夫，不会修行的人，伊都是所有发生的代志，我较迟钝的，我不要在里面太多的自我意识的造作，我
我不要结构无穷的。这一直生气，一直生气，就是轮回一条路呢。你嘛走甲倒去呢？你甲伊结构的，伊阁另外一蕊花呢？伊的花甲你的花，夹到阵呢？对无？结果恁后摆就爱拆这个因果呢？是不是他的跟你的勾得很紧？后摆就爱拆这个因果呢？所以佛经咧讲。小动的，那小动让有向上一步的可能性。所以修行的时候，你就会只有看到空，这种空，所以就会入断灭，因为色不可灭。那我的心关起来，我否认色。否认色就好了，那我只要把色当成不存在，我活着嘛无啥意思，我嘛是可以不要存在。像这种状态之下的修行，那就很危险。所以一般说法的时候，他不是跟你讲空而已，他会跟你讲空。是生灭的终究道理，生灭法它毕竟的道理，不是要跟你讲空。心经里面它强调空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它就在讲无。它就不再用空而已。因为它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即色即空。可是色不可灭，也就是即色即有即空，即有即空即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了解。如果我这个五蕴根尘对起来的这个点，结构了里面的某一种连结，无始无明，是不是无始无明？你不知道你怎么了。你内心有这个东西在，所以发现它。你发现它，指认这是是非，所以告诉你不要动。告诉你不要动。就是不要这个点，不要结构这个，不是叫你立正样子不要动，是跟你讲不要动，就是不要继续走下去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继续走下去，你们撸眉撸刷嘴呢？为啷就是安尼啊？用。然后一直洗一直洗啊，洗洗这洗到不知多远去啊，这里面嘛呢结几球啊。心外相成垢，所以修行里面叫你先不要动，看到因缘生灭，相状是生灭，它的道理是空，所以这个点呢，缘起性空。如果这个性空的话，你缘起性空，就是没有这个咯。
就看到觉性的作用，是不是不结构五蕴？是不是就没有结构五蕴？直接就是看到清净觉性的作用。所有的佛法回归，就是你要从何下手？那你每一天都活在现况中，你先要停下来。我好像枝叶跑出来了，我在创作这个，我在结构这个。这个时候第一个下手处是什么？停下来。停下来。释放，知道这是错。如果你放得干净，如果你能放得下来，五蕴没有结构，是不是用根不结构式？这个时候一定会碰到这个清净的本体。虽然我还是画这个啦，其实它是无相的。碰到这个觉性，这个时候回来处理它，这个只是时间、空间跟当下运作的长短快慢。这要立多久的时间你能达到这样？这个时候回来再运作这个，就是转世，这个世没有咯，纯智，智是不是回来处理？这样叫菩萨，就这样叫菩萨。你一直在这个，每天就是人事物生灭现象的结构里面，这个叫凡夫。只就事相，而不知道它的道理，就是不知道它缘起性空的道理。你如果这个理没有现，你对佛学是一点都没有摸到边。对不对？是不是没有摸到边？你要知道啊，你停留在哪里？那我们说，修行人他都会慢半拍，不是吃饭慢、走路慢，不是，造作慢，他不会以习气这样去思考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所谓回光返照，就是结构的时候刹车，修行在处理这一块，先不处理这一块。你不要一下想要做菩萨，要学着要做菩萨，一定要先把这个抽掉，叫无我。无我来处理这个，全教菩萨、别教菩萨，无我的来处理这个。那我们修行，你要穿透，从人事物、五蕴穿透去看到这个。只要一根破，全破。一根破，全破。这世尊讲的，不用怀疑，因为你每一根都一定跟意识结构，你每一根结构起来都是叫心锁。你一根破就全破。你可能在修行的过程，
我眼睛比较好管理，我耳朵不好管理，那是你眼睛根本没有太多习气。那你耳朵比较不好管理，根本就是没有管理，对不对？基础上来讲是不会整理，所以会强调自己的某一些好，那些好只是你没有那么活泼而已。那我们说心经最主要第一重的修法就是从这里下手，根尘、五蕴，它这里面的结构的时间跟空间，然后看你的种性需要花多久的时间，还有办法回头来处理这些事吗？怎么来解释这些跟圆满这些？但最主要心经它后面的圆满完成的这一块，他讲无智亦无德，最后他讲无智亦无德，就是以这个地方无毕竟空的体会来处理所有的万般因缘法。那这个因缘法的处理是以圆满圆满的角度去处理它，所以它不是最后你所得的相状。当然这个这样讲也是跳场说啦。那我们再来看修行里面直接讲，这是所有一切是空无，你看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有的人呢他是要看呢，他说这个五蕴是虚幻的，然后这个外界的生灭生灭现象，这是缘起法。所以这一切是空无的，我只要把握这个原则下去修，呼唤出我的佛性，可能是这样修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的根尘怎么定义它？当每个根在运作的时候，你有这个尘吗？它就会很轻微的，有没有看若隐若现？有没有看若隐若现？所以修行里面呢，它有一段过程，就是你是还是有根，在外界的所有人事物的结构还是有尘。那你每一个根尘看到若隐若现的时候，怎么办？不能够泯根，尘也拨不掉，怎么办？不要讨厌根，也不要在乎尘，不要讨厌根，也不要在乎尘，利他去办，不要办根跟尘，就不要把指标再回来注意我。我们修行过程是不是开始注意我？是不是开始注意我？就是每一个内心是不是把它弄模糊了？模糊之后，可是根还在运作，尘还在运作，只是它很轻微，很轻微之后，不要管你的根跟尘，是不是把我跳开？我跳开，因为你是不可泯，你还是要回来做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他去完成它，
这个时候利他去完成它，在完成的这个过程，这是菩萨说了，刚叫你一开始不要马上以为你有多大能力，这时候利他在使用的时候，能不能不结构五蕴呢？你在完成这件事的时候，是不是能体证空？体证那个毕竟空，然后使用这个用，这是学习的，使用这个用来归清净的真如，所以就是要涤荡。当你这样完成的时候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件事做完了，不再残留了，若隐若现之中穿透它，这就是菩萨道的教法。这样知道，如果你有办法，有的人啊，他的这个作用力决定性很高，也就是你看生灭法，再画一次，有的人啊，好修行就会修的人，你看生灭法，知道他生灭毕竟空，你用清净去看这个，你用清净去看人事物，直接用清净去看人事物，那是不是保持在意识不动？知道意思？你用清净，所以我们常讲，你根尘相对的时候，你先把情绪那些东西抽掉。那你知道这个生灭现象缘起性空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清净去看它。可是我要去做它的时候，守住六根，都摄六根。你用清净去看它，是不是就叫六根清净？是不是都摄六根？这是最上上层的菩萨。他用清净去看所有一切人事物，你不要解释。你不要用意识解释太多，你就用清净的去看它。清净看它不是笨呢。很多人觉得我一定要用我的想法什么样，我的解释它去看它，那才叫笨。因为那个已经是结构有色彩的，刚刚最早是不是有色彩？如果你会清净的去看它，是不是缘起缘灭，缘起缘灭，缘起缘灭？当下觉，当下看，当下圆满。但是众生在看这个每一个你的清净看的时候，他是彩色看，那是他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那是他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所以当你以清净看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互动？你还是需要有互动，对不对？这个互动呢，又在检核了，这个互动就在检核自己的这个用。你是清净的，那对方会不会跟你一样等同？他也有他的想法，你接受。你接受他的想法，但你的智慧会明白的知道，这个时候需要有时间空间的因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有时间空间的因缘？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因缘也接受它，众生不愿意接受的，就是不愿意接受因缘的真实意，因为它这个本身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因缘啊，
所以你要接受那个因缘的变化，你用清净心看，清净心去接受因缘的变化，清净的看它的生住异灭，清净的看成住坏空，是不是就无苦？而你在整个在运作的过程里面，你有没有办法归体？那就是你的修为啊。可是众生的解读如何留给他？人很麻烦，就是想要干预众生，你不愿意接受他真正的实况。